2011年的绿色博览会吸引大批的人潮，而罗东观光小镇特别跟县府来合作，推出了由绿博市定罗东，民众只要在绿博展馆集满6个戳章，就可以兑换买一送一的优惠券，可以到32家店家来享受好康。大大的麻油鸡腿、脯肉，还有包心粉圆以及烤鱿鱼等等，都是罗东夜市内著名的小吃。而为了让来到绿博游客享有吃喝玩乐包套行程，县府和罗东观光小镇发展协会合作，只要民众在绿博12个展馆集满6个戳章，就可以到门口志工服务台兑换买一送一优惠券一张。带动的目的并不是在为了办活动而办活动，而是希望整个宜兰的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说跟罗东观光小镇做一个结合，在整个心灵方面来到了这个古老坑，享受我们的绿地跟自然之外，大家在当天到罗东镇的相关的一些店家跟一些小吃去进行相关的消费予以折扣，来到宜兰之外就还可以去享受这一方面的享食美宴跟小吃的部分。民众持的优惠券可以到罗东的夜市内19间的店家买一送一享好康，仅限当日使用。另外还有13间住宿优惠券限平日使用，有效的期限是到绿博结束。哎，这么一折扣下来，大家都没有赚，没错。我们商家就是完全以服务，以这个让优惠大家来宜兰绿色博览会，然后玩完以后到罗东夜市欣赏这个最好吃做的美食来做我们的目的。其他的就是看大家有什么最好的 idea 或是怎么样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力的做协助。而为了鼓励来到绿博游玩的民众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县府也和国道客运业者合作推出绿博专车，享有85折到88折的优惠，相关的讯息可以到绿色博览会的网站来查询。游绿博，宜兰新闻记者南下林采访报道。